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在 South Amonte 的 Cultiva LA 农场来告诉你如何使用亚洲公司的堆肥。来跟我。堆肥是一种营养的土壤，从回收的有机肥、食物残材和食物污染的质做的。要使用亚洲公司的堆肥，请拌一份堆肥跟三分土壤，然后均匀拌好的时候铺在食物上，加堆肥到你的花园上，帮助改善土壤的湿度、营养保持和防病虫。现在你知道堆肥的好处，你可以种更健康的植物。下一次你在你花园上，请加一批亚洲公司的堆肥。万一你想了解亚洲公司的堆肥是怎么样做的，请上 athensservices.com/americanorganics， 好好享受你的堆肥。